小松菜奈演患罕见病女子，坂口健太郎陪伴度过余生。新浪娱乐讯，据日本媒体报道，人气演员小松菜奈与坂口健太郎合作藤井道人执导电影《余命10年》，饰演患上几万分之一概率的罕见不治之症，只剩下10年寿命的主人公高龄茉莉，在坂口健太郎饰演的恋人真部和人陪伴下度过人生最后的日子。影片改编自小坂流佳累计销量超过50万部的同名畅销小说。其实作者小坂流佳就患有罕见疾病，而且因为病情恶化，在2017年2月即将发行文库版之前去世。影片拍摄时间用了大约一年。随着四季变迁展开故事，片中音乐由 Widowmonth 乐队创作，每个季节都可以看到两个人幸福的微笑。影片将于2022年春季上映。虽然演绎的不是自己的人生，但是这一年的时光却无可替代。2022年春季敬请期待。